Are indie girls. Okay.那傅立叶级数啊，它的重要性非常非常的高，也不管是在工程还是在 science 上面，你会一直的碰到它。OK， 那它的概念呢都很简单，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把一个东西呢用个级数来表示它，只不过这是级数我们是有要求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它的转换，把我们转换到另外一度空间里面去。那这件事情跟我们 Laplace 啊比起来啊，几乎一样 ，OK， almost the same。好，那我们来看看哦，它的 importance。Fourier series are more general。OK， 这边所谓的 general 是指说它在应用的范围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呢发觉它可以应用在很多很重要的范围，但是也并不是说泰勒展开式啊没有意义，泰勒展开式还是有它重要的地方在，因为泰勒展开式可以让我们看到你怎么样把一个大数化小，把一个小数化成一个简化的形式。 OK， 好，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in solvingODE and PDE， OK。 那这件事情呢在我们下学期上课啊，傅立叶级数结束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开始解 PDE， 那各位就看得到它的某一些重要的概念呢其实是很重要的。 OK， 那在我们解上面，其实上次我们在解的时候你都有发现啊，我们要决定系数项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到傅立叶级数上面的一些特殊的一些重要的概念。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会讲到那个重要的概念。OK。那对于我们来看它的时候，也就是常常我们需要呢在另外一度空间去看它，为什么要这样做，闲来没事干要跑到另外一度空间，但解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说到另外一度空间比较好解，但事实上我们看问题的时候也常常需要这样子，比如说像我们 X 光，我们 X 光所看到的跟真正的电子云的分布是互为傅立叶转换，自然界就是这么变的一件事情，它可以让我们怎么样，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OK， 它呢你只要转换过去就得到另外一个你所看到的，我们实验看到的是什么，是傅立叶转换完之后的空间的东西，但是呢实际上电子云的分布却在实际的空间里面，所以这两个呢你的实验做不到这边，你看不到它这边，但你做到的竟然只是它转换完之后那个空间，所以你知道在那个空间解完你转换回来你就晓得实际上的分布是怎么样，这个很棒的一件事情。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是告诉我们，你实验所做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呢它只是透过很简单的一个数学转换就 OK 了，就好像我们的声音，你要搞清楚一下我们的声音里面，我们说我们有和弦对不对，有共振，有泛音，各种样的音质是由泛音来组成的。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说一二三，我说的这个密码不只是一二三要对，而且要符合我的声音，你怎么知道，那这个时候你的声音就需要做傅立叶展开来，这一展开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你这个泛音就是不同频率组成呢，就相当于你的指纹一样，你的声音就只有你的特性，别人装不来的。 OK，别人也可以念一二三，但是没有用。你说芝麻开门，抱歉，他不认识你。OK， 因为音色不对。OK， 好，那我们呢？现在要做的是什么东西呢？
第一件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把一个的周期性的函数把它展开变成一个series， 或者是一个非周期性的函数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这样子做。最后面呢，我们可以很重要是把它 transfer。OK， 我们可以把它转换到另外一个空间上面去。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看他如何做这件事情。在此之前呢，先介绍一下 periodic function， 还有三角的 series。好，来，我们先看看什么叫 periodic function， define。假设呢，我们有个函数啊，你把它画一个横坐标在这边，横坐标 x 好，然后呢一个纵坐标在这边 y。假设我们这个函数的本身呢、啊，它在这边随着 x 的变化呢，有个周期性的转变。类似这样子，那我们就知道啊，它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呢，是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到达这个地方呢，是它的一个周期。这边的周期我们给它一个 P 来表示它，而不是一个 T。OK， 我们以前的习惯性呢、啊，在谱里面用 T 来表示，那我们这边用 P 来表示。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呢虽然说是 X 呢一直在变化，但是只是你把这一段的情况一直 copy 在每一个不同的 section 里面而已，那么就代表说你有个函数呢 fx， 你把位移一个 p 之后的结果跟你本来啊完全一样，就好像这一点你把位移一个 p 之后呢，它跑来这边就大小一样，整个前后的趋势一样，你看看你四周围完全都一样，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叫做一个怎么样，一个周期性函数。那我们呢目前要注意就是我们的 x 呢，我们要求它是 real 的，而且周期不会有负的吧，你没有看过负的周期嘛，对不对？顶多你周期没有周期零。 OK， 那基本上呢这个叫做 a period of f of x， OK， 它的周期性。那我们来看看几个东西，第一个告诉我 sin xcosine x 它的周期等于多少啊？ sin x cosine x 周期等于多少？这个周期等于多少？二派，对不对？好，那我现在再写这样子。 OK， sin x 周期等于多少？派， yeah。X 的 n 次方，或者是 exponential x， 或者 hypercosine x， 或者是 hypersine x， 请问一下，周期等于多少？对，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周期，它又不是周期性函数，有周期吗 ？No。没有东西，没有周期。所以说你把这个画一下呢，从图形上面你要稍微分辨一下。我们画个 cosine 呢大概是这样。对不对？这是 cosine。它的周期呢是派的意思是什么？
二拍，也就是说他从负拍到正拍都是他的周期，这个当中是他的一个范围，对不对？那 cosine 的二拍呢，这是 cosine x， 那 cosine 的二拍呢， cosine 二 x， 它呢周期就会减短，它就会形成一个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函数。OK， 这个呢就是派，因为这边是二分之派到负的二分之派，所以你看得到，当你在这个图形上面，这个坡，这个曲线呢比较密的时候，就代表它的周期比较短，对不对？比较宽的时候，周期比较长。OK， 那在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假设我现在写一个函数 ，OK。比如说 f x 再加上 n p， n 个 p， 或者是我们先从简单一点开始。那么这个可以怎么写？这个很明显一定是 f 的什么呀？一个 x 加上 p 之后再加上一个 p。那根据呢，我们先前讲周期性函数呢，你加一个 p 之后会跟原来没有加 p 之前的是一样，那它是不是就要等于还没有加 p 的？就是中间这个会等于 f 的 x 加上 p， 那这个呢又可以更进一步，就等于 f of x， 对不对？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假设 p 是周期， 2p 是不是它的周期？也是它的周期。 3p 是不是它的周期？是，一直到 np 呢全部都是它的周期。 OK， 所以呢我们啊将这个 the smallest p，OK， 当然一定要大一点， is called the fundamental它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频率的一个周期。 OK， 所以从这边看起来，这个 fundamental 的 p 呢本身就是二派，这个二呢因为已经固定了，所以它的 fundamental p 就是派。 OK， 让大家了解一下。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介绍一个 series 三角的 series。 它的定义是这样，请大家呢务必把它背起来。第一，前面习惯写成 cosine， 不是 sin。 OK， 我们就这样子写。这个就是它最基本的，也就是说，在我们的 Fourier series 下面呢，我们要做个很重要的假设。它告诉我们有个函数 f(x)， 它本身呢 a period function， a periodic function， 它呢 p 是等于多少？等于二派的状态下面。假设是这样子，那么我们一定可以把它展开来变成一个级数，可以写成这样。一定可以讲，这个当然是个假设了。这个假设要成立的时候呢，一定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这些系数 a 0 a n b n n 呢是从哪边？从一到无穷大 ，a 0 a n b n 一定可以决定得到，而且这整个的序列呢一定要收敛。
对不对？要不然他干嘛要等于一个收敛的数字呢？他一定要收敛。那真的有这种事情吗？真的有这种事情吗？也就是说，你一个比较复杂的周期性函数，它用个很简单的简谐的周期函数来代替你，那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一点 ？OK， 你们实验物理学应该很快就有做到那个讯号产生器，对不对？哦，做完了，对不对？好、哦，讯号产生器呢，基本上它就需要很多简谐振荡来组合一个你所感兴趣的东西。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不直接就做出这个？那很明显的就直接做出这个不容易嘛，但简谐振荡却很容易产生呢、啊。这个电子元件配一配呢，它自动就会产生出一个很好的简谐振荡。那我们再让这些简谐振荡，不同的简谐振荡，不同的频率，不同的振幅，加起来之后就变成你要的波形到底是怎么样？那这个才是它本身的重要的地方。也就是说，我的声音，我可以透过这个展开来之后呢，就相当于我可以取得很多不同的频率，因为 N 不一样，常常有不同的频率，对不对？很多不同频率的一个分布，那我就可以知道我主要的声音是什么。 OK， 比如 C 大调，你就哆，对不对？那哆的声音呢，好像有个主频，但是很快它有其他的频率分布在后面，你的分布状况跟我的分布状况不一样，那就很容易抓得到啊、哦，我们两个是不一样的。 OK，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不可以决定这个系数呢？可不可以决定？记住，按照目前来看，谁是未知的？ A0 AN BN 是未知，对不对？ FX 呢是已知的，所以我将未知的、啊、写成蓝色。请问一下，你能不能把 A0 解出来？好，我们将这个的写法呢写成第一个式子，这就是我们傅立叶级数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式子。好，那我们来看看 A0 怎么解决。所以我现在呢要把这个结果抄在这边。 OK， 待会儿我再把一些东西啊陆陆续续的放在这边。我们就这样子写，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式子。其中呢 ，f(x) a periodic function with p 等于二派。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我怎么决定 a 点。我要在这边算。好，我决定 A0 呢，我非常巧妙的来做一个特殊的事情。基本上不管是 cosine 还是 sine， 你发觉一件事情，你要仔细看哦。你比如说这个，我的周期是从负派到正派。你要是说这个曲线有什么特色呢？它最大的一个特色是什么啊？它的面积加起来等于零。这个面积是不是下面呢？负的。这个面积也是负的。这个面积是正的，是正的。所以刚好两个正的跟两个负的互相抵消，面积是零。sine 也有同样的现象。但意思就是说，假如说我把这个式子直接积分，而且积分的范围呢，就是包含住它的周期，比如说负派到正派，那你告诉我 sine 关你是几个 sine， 它的积分结果等于多少？零嘛，
因为面积嘛。cosine 的积分结果等于什么？零嘛，因为面积也是零啊，上上下下刚好互相抵消掉。fx 的积分呢，就看看 fx 是什么嘛，你一开始给它了，你就可以积得出来了。所以这个呢可以算，那是不是 a0 就可以算得出来？来，就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我们将第一个式子，将它积分，从哪边积？从负派积到正派，我们就做这件事情。这样子一做之后呢，我们式子的左边呢会变成 f of x dx 负派到正派，但因为 f of x 你当初已经给了嘛，你给了一个周期性函数，所以这个积分你一定可以算得出来，慢慢算 OK。 那右边呢会变成什么？ a0 是常数耶，那我可不可以把常数提出来，它就变成为 a0 写在这边，乘上一个负派到正派的 dx， 对不对？再加上 summation n 等于1到无穷大，第一个 an 常数提出来，里面就变成什么？本来它是 cosine nx dx 负派到正派。再来呢，加上bn 积分也是从负派积到正派的 sin nx dx。 很快你就发觉一件事情，不管是从面积的眼光来看，或者从直接积分的眼光来看，这两个通通等于零，都已经是零了。你这个summation里面每一项都是零，那就没有summation了，对不对？那剩下的呢，就剩下二派乘上 a0， 那是不是 a0 算得出来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将 a0 算出来了。我将这个呢抄在这边，OK， 很简单，所以 A0 可以决定了。现在剩下你要是决定 AN 怎么决定？ AN 怎么决定？ AN 要决定呢，就 depends on sin 跟 cosine 的特色。到底 sin 跟 cosine 的特色是什么？我们来做几个计算，然后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样一件事情，好不好？好，我们呢现在来玩几个游戏哈。我把这个擦掉一下，我们来计算计算。第一件事情，我们先计算两个，第一个东西我们计算，一个是 cosine 的 nx 乘上另外一个 cosine 的mx， 我把它积分起来，从哪边？从负派积分到正派，我们看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当你这样子写了之后，你要怎么样积分？它会变成什么东西？根据三角函数，这个会变成什么？是不是写成二分之一 sin 的这两个相加n 加上 m 的 x， 哦 cosine 对不对？然后呢再加上另外一个 cosine， 什么 cosine？ n 减掉 m 的X， 是不是它可以写成这样？然后我积分呢，继续写，这常数嘛，当然可以提出来。然后我先第一项积分，再加上第二项积分。好，第一项积分会是什么？
因为这边不是单纯的 x， 前面有个常数，我就把它变换成这个常数，对不对？你多个常数呢，你就要把它除掉啦。第一项会是 n 加上 m 分之一 ，cos 的积分变成 sin，n 加上 m，x 负派到正派。这是第一个积分，第二个积分也类似，n 减掉 m 分之一的 sin n 减掉 m x 的负派到正派，它就会变成这样子。好，来继续算下来，它会变成什么？它会变成什么东西？这里面有牵涉到几个东西，因为这边有个分母了。n 跟 m 呢，是指这一边 summation 里面的项，所以我们代表的就是说 n 跟 m 都要大于一，一大于等于一。但是呢 ，n 跟 m 可不可以一样？可以啊，一样的话就麻烦了，这个分母等于零呢，那是不是发散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确认一件事情，因为 n 跟 m 一样的时候，我这边写成平方就好了，我干嘛还经历过这么复杂的计算？所以呢，这代表一件事情，我们要经过这么复杂的计算的时候，我们要告诉我们自己一件事情 ，n 呢一定要不等于 m， OK， 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这样子算下来 ，n 要是等于 m 嘛，那我们待会儿算就好了嘛，对不对？好，那 n 要是不等于 m 的话，那我们现在把数值带进去，你告诉我，这个派带进来是不是 sin 的 n 加上 m 的派 ？n 是什么？整数 ，m 是什么？整数，整数加整数呢？还是整数啊？所以整数的派 ，sin 的整数派等于什么？管你几派，就是什么零嘛 ？sin 的零度是不是零 ？sin 的派呢也是零 ，sin 的二派也是零。管你几派，通通都是零，所以带进去是零，负派带进去呢也是零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带进去的结果通通都是零，这边也是一样，那这还用算吗？零，对不对？好，那要是一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一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重写 cos 平方 n？这个时候我让 n 等于 m 咯，所以呢我就直接写 n 就好，这个会变成什么东西？我们用两倍角的公式来做，两倍角是什么？ cos 2 theta 会等于什么？两倍的 cos 平方 theta 减掉一，是不是？那你的 cos 平方 theta 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的 cos 2 theta 加上一，是不是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呢就可以写成为二分之一第一个积分 cos 2n 两倍嘛 x dx 负派到正派，再加上后面一的积分，一的积分就是二派嘛，对不对？一的积分就是二派，我们就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好，继续算下来，二分之一写在这边 ，cos 二 n 的积分就变成二分二 n 分之一 ，the sin 二 n x 再加上二派，这个要负派到正派，又跑出个 sin。sin 又是整数的两倍，那还是整数啊，管你是哪一个多少整数带入派 sin 的整数派通通都是零，所以前面这个不见了，就变成剩下后面这个等于多少？等于派，是不是？所以他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将它写在这边，假设我们有 cos nx
乘上 cosine mx， 然后对 x 积分，从负派积到正派，它会等于两个数值。第一个 n 要是不等于 m 的时候 ，n 要是不等于 m， 就像下面一样，它是零 ；n 要是等于 m， 它是派。假设你觉得写这样子不够漂亮，你可以把它写成派乘上 delta 的 nm， 这样子也可以。OK， 所以你就发觉 cosine 呢，假设有两个这种不同周期的东西摆在一起相乘的积分，就看看这个，只要这两个周期不一样，它这个积分一定是等于零。假设是一样，积分起来不等于零。OK，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现在我们再做另外一件事情，假设我把 cos 换成 sin 呢？cos 换成 sin， 那是不是代表着说，我们下面也要有类似的东西的排列组合，对不对？我将这个结果直接写在这边。假设我把 sin 也写进来，他告诉大家也是有同样的状况哦。n 要是不等于 m 或等于 m， 不等于 m 的时候也是零，等于 m 的时候也是派，完全一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你喜欢把它写成漂亮一点，这样子也可以。那这两个呢，都是自己乘自己，比如 cos 乘 cos， sin 乘 sin， 要是这两个交互乘怎么办？请问一下，它会变成什么东西？好，我们把最后这个算一下，好不好？从这边开始 ，sin nx cosine mx 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呢，也可以用三角函数的方式把它分开来，它分开来之后会变成类似的，只不过这边变成 sin， 这边变成 cos， 那这边也是变成 sin。OK， 然后呢，我们对它积分，一积分的时候变成什么东西 ？sin 会变成 cos。这边会变成 cos， 当然因为你看到分母这边有个 n 减 m 嘛，然后加上个负号，因为 sin 积分变成 cos 加个负号，所以在基本上我们这个操作是 n 不等于 m 的状态下面操作。好，我们看看 cos 带进去会等于什么，到底是正一还是负一，就depends on n 加 m 嘛，对不对？那不管怎么样，你带进去是一个是正派，一个是负派。你告诉我 ，cos 是奇函数还是偶函数？偶函数，哎，正派带进去或负派带进去的结果都一样，但是你带进去上面带进去要减掉下面带进去了，是不是自己减到自己，最后得到什么零嘛？那后面也是一样啊，那得到结果是零。好，那假设 n 等于 m 呢？那我们这边就稍微要改变一下啦，我们来看一下。
对不对？好，比如说这样啊，不，这两个都一样。那简单了，立刻变数变换了，把 cos 提进去就变 sin 了嘛，对不对？只不过你有 n， 我先把你 n 除掉，那是不是变成 sin 的 nx 上面不动 ，d sin 的 nx， 对不对？变数变换嘛，马上就把它做完了。就好像两个自己的变数自己积分，那这个结果根本就很简单嘛，基本二分之一的这个的平方，对不对？你就把它变成这个是 z 抵 z 的积分，就变成二分之 z 平方，就变二分之 sin 的 nx 平方。然后 x 是什么？从负派带到正派。我们发觉一件事情 ，sin。n 是整数，管你哪一个带进去都是零，所以这个等于零。所以很好玩的是，在这种状态下面，只要这一个是 sin， 一个是 cos， 管你里面这个 n 跟 m 一不一样，通通等于零，对不对？所以 sin cos 有基本的游戏规则嘛，就是这三个。好，那这三个干嘛？对，这三个是正交的特性。对不对？我们之前有学过 orthogonal 的特性，但是呢，我们刚刚要做的一件事情不要忘掉了。我们是说泰勒级数的展开，他告诉我说，假设你有个周期性函数，我可以写成这样展开来。但是要写成这样展开，有两个要求：第一个，所有的系数你都可以求得到；第二个，它要收敛。我们说的系数刚刚只完成了一件事情，是 A0 完成了，写在这边，看到没？写在这边。AN 算出来了吗？没有。BN 算出来了吗？没有。所以我们刚刚岔开来先去讲一下 sin cos 的特性。现在我们如何利用左边黑板右边的那个特性跟这边配合起来，然后我们来决定 BN 跟 AN 怎么做。好，太远看不出来，反正我这边有整理嘛，对不对？ AN 怎么做？你怎么利用这三个特性把 AN 找出来？好，哎，大家发挥一下你观察的能力。OK， 有人说我就把这个第一个式子乘上 cos 什么东西 ？mx 或 nx， 然后呢，乘完之后，然后积分，对不对？这样子好像就可以把 an 算出来了，对不对？好，我们来执行一次看看，好不好？我们现在目标是 an 哦，目标是 an 哦，好。那我们来这边做一次。刚刚呢，我们做 A0 的时候呢，是把第一个式子，我坐在这边好吧，直接积分。那我现在把第一个式子乘上 cos， 比如说我乘上 m 好了。比较 general 一点，未必要一样，对不对？然后呢，把它积分起来，从负派积到正派，我做这件事情。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左边的式子，左边是 f of x， 或者到 f of x 乘上 cosine 的 mx dx， 负派积到正派，因为 fx 已经给你了。所以乘上 cos 之后的积分一定可以做，对不对？就把它做完就是了。右边呢，第一个是什么 ？A0 那是不是在这边？对不对？再加上 summation n 等于1到无穷大，那第一个呢？这样子好啊， A0 反而是常数嘛， A0 一定可以取出来的，我先把它提出来。同样的 AN 本身也是个常数，我 AN 呢虽然说它是未知数，我也可以把它提出来啊。
然后对里面积分，里面 a n 后面本来是什么 cosine 的 n x， 现在我通常要乘上 cosine m x， 好，再加上第二项是 b n， 对不对？ b n 是常数，我也可以提出来啊。然后后面呢，又可以来进行了。后面呢 ，bn 后面本来是什么 ？sin 的 nx， 现在呢，我们是要求这个式子乘上 cosine 的 mx， 好，那我们看看。这个一定可以解嘛，对不对？因为 f(x) 给你，除非你是给零，要不然你一定可以解出来。给零，那就是零了。这个呢，怎么算 ？cosine 的积分是什么？零嘛，因为它上面面积跟下面面积一样，所以呢，这个会等于零。第一个式子，再加上 summation n 等于一到无穷大。a n 后面这个积分会变成什么？来，过来查一下，后面的积分是不是在这边？等于 pi 乘上 delta n m， 所以 pi 乘上 delta n m， 好，再来 b n。乘上后面这个，这是 sin 跟 cos 相乘之后的积分，那永远等于零，管你一不一样。所以这个乘上零，所以这个也是零，这个也是零，只剩下这一项 ，summation 只 sum 这一项。但这项告诉你一件事情：虽然说你 n 啊 n 可以一直变化，从一变化到无穷大，但是只要跟 m 不一样，那抱歉，那项就不见了，就是零了。所以呢 ，summation 只剩下一项 ，n 要等于什么 ？m。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a m 这一项存在。那常数项派照写，那前面呢，就通通都变成 m 项了，没有错啊，它这边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只是把它这样子一写的话，是不是我们 a m 项就可以求得出来？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这个代表什么意思？什么叫 M 项？我们当初的意思是说，我怎么知道这个系数会变成什么 ？AN 会变成什么 ？AN 有 A 一、A 二、A 三、A 四、A 五、A 六，一直到 A 无穷大，到底等于什么？我就说你想要知道哪一项？你想知道 A 1吗？好，我就把它乘上 N 等于一的这一项，就算出来 M 等于一，你就算出 A 1了。那你想知道第二项吗？好，我就乘上 m 是等于2的 cosine 2x， 你就得到 a2 这一项出来。意思就是说，你每一项都可以用这样子的方法一再的重复把它求解出来。那是不是这个 am 就相当于每一项你都求到了？是不是就是 an？ 那你呢，这样子就可以解得出来。里面是什么东西？派分之一，是不是 ？AN 你就解的，那一氧化葫芦嘛。刚刚为了解 AN， 我一看到后面是 cosine， 哇，好棒啊 ！cosine 乘 cosine 会有东西。那 cosine 要是这个乘上 cosine，sin cosine 等于零，那后面这项就不见了。前面这个呢，自己本身的积分也不见了，我就可以求它。那我一氧化葫芦，假设我要知道 BN 的时候，我要乘上什么东西 ？sin， 对不对？那照样的积分，我就可以把 BN 求出来，那一氧化葫芦 BN 就可以算得出来。
那这样是不是三个系数全部求得到了，对不对？那就很棒，那剩下的只要确认它可以收敛就好啦。所以呢，从这边你马上就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因为泰勒展开式呢，不，这个傅立叶展开啊，非常简单，对不对？它是根据一个基本的假设，就是说我有一个周期性的函数，我就可以这样展开来，只要你能够求得到它所有的系数，只要它能够收敛就 OK 了嘛。 So simple 的一件事情啊，那这样不是很棒吗？来，那这样各位就可以从这边呢就可以知道，这个就是 Fourier series。 你说 Fourier series 有很难吗？太简单了嘛，都坐在那边不需要干嘛，就觉得他都在讲一些废话，对不对？做一些游戏自己玩得这么开心，太简单了嘛。只有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怎么求取系数的这个概念。记住哦，最重要部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求 PDE 就要用到这个概念。 OK，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这个展开来，里面的物理意义我们就可以根据不同的题目把它抓出来，那那个时候各位就可以学到更多的东西。 OK， 所以这个 very simple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礼拜三呢会举几个例子啊给大家看一看，看看怎么展开来。